欢迎大家来到福州 OPBI 沉浸式密室逃脱。本次体验主题名为开学季。有一天某高三女学生突然从高楼跳下死亡，跳楼女生的名字叫做王媛媛。从此之后，学校里面不断发生各种怪事，你们需要探寻当年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本次主题为重演绎主题。重演绎就不追逐了是吧？那没事的啊，有一点点吧。啊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哦，我们现在抽一下身份牌。我自己拿就可以了吧？其他身份牌五张。嗯。你还选他？给你选他，给你一张。大家好，我叫蒋建平。方梦婷。林浩。许杰。杰郭。啊，我们张梦婷同学进去是一个人进去。你们手好好摸呀！哎，那没问题了，我就怕后面不是你。这个，我操！在中间的感觉真好。这么大吗？我的天哪！你们要努力找到当年的真相，才有机会逃离这所学校，否则恶鬼线，你们将永远留在这里，成为这所学校的殉葬品。不是一点点追逐吗？哪里呀？是哪里呀？别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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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听了。铁门，怎么了？被电了！啊！他的踹门！你干什么你？锁住了！你们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又偷偷跑出去上网呀？上网了，对对对，上网了，上网了。哎，这张梦婷同学，我平时都看到喜欢跟你们鬼混在一起啊。哎，对啊，这今天张梦婷怎么没跟你？她一个人出去浪了。她去女生宿舍了。对，她去偷男生内裤了。我跟你说，搞错了。梦婷，梦婷，我们在这。这里。太顶了！太顶了，兄弟，太顶了。梦婷，快关门，快关门。闭了吗？还不公平上课？啊！
我们想出去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门禁卡你们有没有啊？门禁卡我们没有，我们学生怎么会有门禁卡这种东西呢？不，老师那个柜子里面好像有一个门禁卡。那没事了。老师不会钥匙丢了吧？过来干嘛？老师也忘记了。对对对，好像是什么建校日期啊。小建平同学在不在？小建平啊。老班长，蒋班长。你出去左转到底，铁门边上。等一下，你等着。怎么走啊？出去再说。哎！你干什么？谢谢。手都在抖。对，看一下门禁卡在不在里面。有没有门禁卡？哦，有。哎，有干嘛？用手用力揉了揉眼睛，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，双手还在微微发抖，看着自己衣衫不整的样子。衣衫不整。完了，他被人迷奸了。衣衫不整。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校长办公室。校长办公室那层楼依然闪着微弱的灯光，他费力地爬着楼梯向校长办公室走去。校长是坏的。要么校长太好了，也可能校长求救呢。太丑了。有可能。反正回去上课。反正这个圆圆王圆圆出大问题了。老师等一下，你们在里面等老师一下。完了，奥子，老师，你们在里面等老师一下。老师不行，你要这个同学修吧，这个同学也专业的。快走！你们那什么东西啊？白色，是王媛媛吗？是王媛媛来了。前面怎么走啊？一般来说他在吗？一般来说叫站起来！我说什么？
起。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又黑了。完了，这咋回事啊？啊！李佳熙啊！别吧！我操！你来！老师出去以后你就开始吵呀！老师，你刚穿女装啊？他是 OP 仔。好了，都把所有书拿出来吧。怎么说？老师有昨天布置作业，老师好好检查。女学生偷了，啊，好上课啊！老师就把他给吹到体育，老师过于认真了啊！史杰，我们的学习委员，我们的尤总军，老师看好你，在各项都为正数的等比数列 ，AN 首项 A 一等于三，前三项合为21，则 A 三、A 四、A 五等于多少？A2A3 等于18，他说话说一点，会做呀你。好了，这道题的答案在老师的办公室。出门右转，再右转走到底。办公室在哪里？好，这里亮。喂，喂，喂，喂。不能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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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要死的。在各项都为正数的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懂吗？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
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哇！哎，我别！哎呦，我慢慢跑了。你好，哥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撞墙了，我头好痛啊。这个答案现在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好好复习一下。好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放学了，你都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啊。走吧，跟老师一起。啊好。黑了呀，兄弟们，完了呀。最后一位同学啊，把门关上。啊，最后一位同学把门关上。等一下！别急我！有毛病吧你们？电梯已超载。什么情况？电梯已超载。这破电梯怎么又出毛病？坐下一把。就这么几个人，怎么会超载呢？是不是还有别的人在电梯里啊？学校的破电梯怎么天天出毛病啊？就是。那个张梦婷啊！啊，对，救他，老师救他。啊，上来你去吧。啊，对，你正好他最撞，你笑场了，老师，他最撞。正好老师的茶杯丢到了教室，去拿去。对，感谢你啊。对，只要不是我。寝室在哪兄弟们？啊，在哪里呀兄弟们？啊，在哪里呀兄弟们？哎，在哪里呀兄弟们？哎，这里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要给他放下。你再这样我就把他放下。他，你想堵阿虎？杀了你们！明天大晚上都不睡觉。老师，我们两个乖乖在睡觉。明天都不上课了是吧？老师，怎么了老师？说啥？这个柜子是不是王源的柜子？是的。看，老师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是个成熟的老师，不要老是依靠学生。宿舍柜子的密码我放在了教室里吕静的座位上，现在只能吕静一个人离开宿舍去教室看一下密码。吕静是谁啊？吕静，你是不是知道王源什么秘密啊？他全知道，他连王源一天洗，他是一个礼拜洗几次的？他是王源是最好的朋友，对，他是王源，你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最好铁闺蜜，中国好闺蜜的。你别紧张，别害怕，兄弟们。不是吧？去吧。知道了。兄弟们，我帮你们做单线啊，什么时候你们自己来做一次啊？总是我帮你们做。哦，这是教室。教室。我们的座位在这里。怎么一坐下就来？别！哦，在下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图案啊？算了，拿回去再说。姐姐，妹妹。快！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？呵呵什么呵呵？干嘛呢？啊，好东西拿回来。你们哪儿？我来吧。我开了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什么？校长好像把什么东西锁在柜子里，你们再去看看。校长室呗。对，走吧，下去校长室吧。
我觉得这边直接翻出去会方便一点，不然要被追。那你翻吧，我们走了。哇、哦，好黑啊！走慢点，走慢点。他脚疼。他好像锁在这个柜子里。柜子密码是啥？不知道，看一下吧，找一下线索。校长的密码肯定藏在校长这里的呀，对吧？我知道了。哎，这里，这里。不是，是这里。这里。他得了十佳校长，1991年10月。不是。完全不是，这完全不是，你在装什么？差点以为给你装到了，真的是。柜子密码我时常忘记，所以我把密码设成了自己正式任职校长的那天。如果我自己也忘记了，可以去校门口看看公告栏自己的任职通知。这里，就剪刀石头布吧。你干嘛？你也要参与？你以为呢？我们五人的，我们是五个一个，我要 team 来，好吧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、nice 虎豹双塔。剪刀石头布耶、yeah! 我操剪刀石头布臭死记住你了。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同学们，你们对王媛媛也造成了伤害，录像带在这里，你们也应该拿到了。现在你们前往保安室看看，当初你们是怎么对待王媛媛的。谁知道？我为什么第一个？第一个，我在第一个。我要第一个。干嘛？我是你呀、啊！救一下！媛媛，王媛媛醒了，我们还救了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王媛媛知道我们学校里有多丑闻。你说我们怎么救、啊、校长选择不救了，放弃治疗了。对你还有我都没什么好处。你一直不是想当主治医生吗？如果你帮我保守好这个秘密，我保证不会亏待。我希望日后能做好、哦、这班主任叶老师见死不救。嗯，放心吧。然后呢？哎，老师好。老师，你们怎么出来的？我们刚刚到。哎呦，我都听不见。
都给我回来！啊，既然你们都听到了，也都看到了，我们没听到。啊，你们说王媛媛要不要救呀？救什么救啊？见死不救，不能救，得救呀！得救！还是不救？救！救得救吧，不救得救吧，不救我们就没了，不救我们就没了。你们救的举手，等一下，你救还是不救？你救还是不救？点头救，他救。救的举手，不救的救的举手。你是救，他是不救？对，谁赢了听谁的，正义之拳。石头剪刀布，救救，正义胜利了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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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哦哦，录像带，老师是不是这样啊？对，看录像带。你们自己看一下，你们自己做的好。哎呀，打人，你们带头打人，霸凌他，叫他干嘛玩四角游戏啊？哦，不是，这是干嘛？把他关到厕所里凌辱他。老师，哎，我刚看到王世明了，他凌辱了王媛媛。你呀？对他，我就是你呀，小伙吗？我不是凌辱，我和他是爱情的结合。赶紧回教室上课吧！这边。去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次你们要选择救我呢？你们是良心不安吗？我记得我刚转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玩得挺好的，我真的没有张清刚。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只是想和你们做朋友而已。我在这这么久，我等的就只是你们的一句道歉而已。我也不想继续折磨自己了，我也该释怀了。大哥，身残志坚。哎，都说啥了？这个样子，回家换了双拖鞋，然后出来吃宵夜，你为什么不点外卖？我